当今这个联盟，谁是 NBA 第一无冕之王？我相信那没有疑问，必然是詹姆斯哈登。没有冠军是他唯一的遗憾，但他生涯所铸造的那些神迹远比冠军的分量更重。今天二哥给大家盘点一下哈登职业生涯的四大神迹，可以说这四项里面谁能任意完成一项，那便是巨星球员。尤其是最后一项，谁要是能够做到，将直接晋升超巨球员，三亿顶薪随便拿。首先是哈登的第一项神迹，生涯五次50+3双。巅峰期的哈登可以说是母牛不生牛犊子，牛逼坏了。三双本来就难拿，50+3双更是凤毛麟角。结果哈登一个人干了他们五次。2017年1月1日，火箭主场迎战尼克斯，全场比赛哈登26投14中，罚球18罚16中，轰下53分16篮板17助攻。同年1月28日，火箭客场打76人，哈登投篮28中16，罚球14中13，砍下51分13篮板13助攻。2018年12月14日，火箭对决湖人，哈登全场26投14中，罚球19中8，砍下50分10板11助攻。2019年3月31日，火箭对阵国王的比赛，哈登再次砍下50分11篮板10助攻。尤其牛逼的是，除了4次50+3双以外，哈登在2018年1月31日还完成了史上首个60+3双。这场比赛哈登疯狂出战46分26秒，全场30投19中，罚球18中17，砍下了前无古人的60分10板11助攻。而且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哈登这五次神级三双表演无一例外，球队全部取胜。哈登的第二项神迹是连续6个赛季罚球破10，巅峰期的哈登堪称是联盟第一大杀器，职业生涯连续6个赛季场均罚球破10，经常打的对手6犯离场。有人把这个当成是哈登的黑点，但我只想说，如果你的某项行为让对手恼怒了，那说明你是做对了，而他无可奈何，只能给你扣帽子。同意的点赞。哈登的第三项神迹是同时拿下多次得分王和助攻王。常言说得好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得分和助攻也很难兼顾。一个人往往是得分多，助攻便会少，助攻多，得分只会受到影响。可是哈登偏偏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。其职业生涯3次斩获得分王，2次拿下助攻王。需要我杀敌，我能开无双；需要我支援队友，我也是顶级辅助。可以说哈登是 NBA 历史上最顶级的进攻大师。哈登的第四项神迹是赛季场均36.1分，上古大神张伯伦不算，自从迈克尔乔丹在86-87赛季场均砍下37.1分以后，这个神迹一直到05-06赛季才有人勉强接近。那一年科比场均砍下35.4分，让所有人为之惊叹。然后在18-19赛季，哈登更进一步，场均砍下了36.1分，距离神的高度只差了1分。可以说这个神迹现在谁能做到，那他就是 NBA 毫无疑问的超巨，顶薪有多少他便能拿多少，这便是哈登的恐怖之处。兄弟们认同的给我点个关注，就算最后他没能拿到冠军，但 NBA 的丰碑上詹姆斯哈登的名字也将永久镌刻，嘲笑他、抹黑他、侮辱他都无法改变他的伟大。